因为韩寒小的时候经常看李小龙的功夫片，感觉李小龙非常帅，双截棍耍得非常酷，所以韩寒就喜欢上了双截棍和中国功夫。我非常感谢所有粉丝对韩寒的支持，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像韩寒一样来学习中国武术，要注意安全，以免受伤，一定要找专业的教练来指导练习。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像韩寒一样把中国武术发扬光大。